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，I am old man in a new game。今天呢，继续植物大战僵尸二啦。不过呢，今天这一集啊、哦，应该会是植物大战僵尸二的新系列哦。哦，各位看到这个游戏封面了，哦，跟之前的植物大战僵尸二完全不一样哦。因为老头呢，上网去抓了这个同人作品哦，不是那个新爆气流斩的同人。总之，这个啊、哦，算是一个模组。那它里面呢，包含了许多新的元素哦，那也有新的植物、新的僵尸啊、哦，然后呢，更重要的是它维持了一定的平衡性哦，就不会像我之前玩《植物大战僵尸》啊，哦，有各种植物直接破坏游戏平衡啊、哦，通通就用那些植物就饱了这样子哦，它这个会有一点比较类似以前早期的《植物大战僵尸》95版跟 Beta 版吧，据说是这个样子啊。哦，那这个也是有一位网友之前有寄 email 提供给我的一个同人作品哦，哎，当初老头就已经有在关注了，只是因为那时候在开始玩，才刚开始玩二代哦，所以说就没有说想要先玩这个。好、哦，如今我们《植物大战僵尸二》的官方版本已经差不多了。想说就先来开一个新系列试试水温啊，来玩看看这个新的版本哦，哎，有没有感觉比之前的更好玩哦？那这个模组的名称呢？上面是个英文哦。其实我上网去查，它好像是叫做教会吧。但是英文名称的话，它的念法好像是念什么 Eclaes 哦，好像叫做伊克雷斯啊，或者什么，我不会念哎。反正如果你们知道这个英文名称啊，正确的翻译叫什么？哎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直接进来了，跟之前差不多哎，虽然是英文啊。这个对话都差不多哎、欸、，OK。啊，对了，忘记跟各位讲了哦，他这个模组，他好像把那个等级系统拔掉了，所以说不会有那种一直吃种子包升级的一个概念了、哦。不过他好像升级有分三个阶段哦，哎，然后每一个阶段的该植物都会有不同能力哦，哎，这个目前我还不是非常的了解。欸、但是看那个影片上面的预告片上面的那个什么影片内容啊，看得出来是稍微有点不一样哦，就是会分三个阶段哦，你把它当成数码宝贝吧，成长期、成熟期、完全体的那种概念。欸、像是这个豌豆射手豌豆的话，它第三阶段好像会喷的那个豌豆的子弹伤害会更大，然后外形也会不一样。音效也会不一样的样子啊！我这边放一个土豆地雷好了，放这里。哎呀，不要去吸啊！哇，怎么那么难死啊？再放一个。来咯，下面开个加速啊！咻咻咻！而且我怎么感觉好像关卡的长度变长了、啊？这上面的这个进度条怎么那么长啊？这上面进度条怎么那么长啊？哎，他们血量是不是变多了、啊？我们射好几下是不死哎、欸？这是我的错觉吗？他们射好几下是不死哎、欸、？What the hell？ 啊，可能是因为这是等级一的豌豆的关系啊。因为之前老头的豌豆射手等级好像是3还是4哦。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来，伤害其实很高，打很快。我这边一下子要你用等级一的，好不习惯哦。好像打到现在才一半而已。我想说，要不要添加植物，添加一下好了。我怕待会会有一个超级大暴走的尸潮来袭。据说这个系列作者很喜欢用那种尸潮来袭的一个概念啊。那么一大堆暴走冲出来，让你来不及啊，让你猝不及防。我看感觉好像就越来越多了，我赶快布阵一下好了，赶紧布阵啊！而且它这 CD 好快哦。哦，来了吗？来了吗？好像也还好哎、欸。好像也还好哎、欸，啊，忘记设定乐剑了。我挡，
那第一关算蛮简单的、啊，一个试水温的概念。好哦，马上就给这个、啊。不知道这个版本的这个投手强不强啊？那官方版本的投手烂到爆哎、欸，所以这一版的投手不知道伤害高不高、哦。那来试试看呐、啊。哇，55关呢、欸！Oh my god！ 哇，看一下、喔，嗯，他这边没有告诉你解锁会拿到什么吗？他是不是还把那个中国那边的版本带进来啊？而且他后面家里居然有两大关是怎样？失落，这是失落之城吗？然后这个是巨浪沙滩、侏罗纪科技，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。我想要先看一下他的这个植物怎么卖哦。399399499啊，这是新植物吗？完全不知道什么作用。好，一样，如果你们啊知道这些植物有什么作用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。哎、欸，这不是那个吗？炸弹的土豆地耶吗？这边只卖49哎、欸。然后冰瓜。哇，这些就只是造型吧。造型的话，我觉得其实就蛮爽的，没有什么。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还蛮可爱的，这也蛮可爱的。哦，居然可以这样！哎，这什么？为什么？它有分三种啊？一个钻石可以买1000块钱，什么鬼？800000可以买499钻石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要1亿 ？What the hell？ 要1亿啊？这个要1000万，所以后面的钱好赚是吗？啊，管他，先进去一下。哎、欸，等等。哦，他这上面有这个一样有种这个花的呢，不过我没有种子。来看一下图鉴啊，这好少啊。哈哈哈，哦，有没有？你看这边有显示10000块，哦，10000块就是第一阶段。它这个好像只有3个阶段而已。那它光是第一阶段10000块，有没有 ？CD 就减4，防御率3500 ，CD 时间，哎、欸，这是哪一个才是 CD 时间啊？管它了。然后需要的阳光，哇，这个是变贵吧？哪有人升级阳光需要变贵的、啊？算了。一样先放，我又忘记设定乐剑了，算了，不管了，我不管了。我觉得这一关应该要比较仰赖那个蔡新卷了、啊，因为这样只有他可以打得到僵尸啊。来了，不要吸走我的阳光，别，我来看一下打几下死掉，第二下。第三下，第四下，第五，第六，七，八，八下死一只，好哦，不准你抢走它，它是沃德。还有僵尸现在没有来很快。还有个加速，放这里，啾啾啾！哎，这个土豆地雷有没有经过改良啊？一样是四格距离长出来吗？没关系，先用拆心卷打天下，爆！哎、欸，他这个爆怎么没有把周围的炸啊？对，这不是远古土豆，白痴吗？我把它当远古土豆地雷了，科科，好笑哦，当成远土豆地雷了。砸起来，砸起来。
来了吗？哈哈哈！好多好傻、啊，啾啾啾啾啾啾！食潮来袭，食潮要来了。前面关卡好轻松哦，哇！救人哦！哦哦蹦，不关。哇，给太多了吧？那给500块是不是啊？还是给1000？他这边给钱不手软嘞、欸！啊？怎么会有一个惊叹号？这是什么？一把不背呀，背呀，背呀 ，play。好，我被强制 play 了，我被强制了。好吧，拿什么奖励？这应该是1-3吧？叮叮叮叮叮。叮铃铃铃铃！惨了惨了！惨了惨了！咻！哦，还好啦，没有很惨，没事。哦，这一关有总共2波啊，2波还好，没有很严重啊。我要排整齐，哇，他那个伤害有这么高吗？那个回旋镖那个植物伤害有那么高吗？我感觉蛮高的、啊，噔噔噔噔。喂，我好多坚果墙啊！哈哈哈哈，好爽！呸呸呸！啊，对吼，这个我玩到现在才发现，这个版本也没有叶绿素给你，他把叶绿素给砍掉啦！哈哈哈哈。啊！后知后觉，哈哈哈哈！噔噔噔噔，这个 BGM 是不是新的、啊？好像是一代的，对不对？随便放，随便放。我现在在等他、啊，我现在在等我的回旋镖植物啊！尽量放，尽量放。这已经溢出来了吧？嘟嘟嘟嘟嘟！喂，居然可以点打得到钻石！哦，帅哦！好，准备进入最后一波，思潮来袭！这么多坚果没问题吗？我觉得坚果放太多了，会不会伤害不够啊？有点多哎、欸，这个应该可以吧？哎，滑鼠哎、欸，干，滑鼠看不到啦！我真看不到滑鼠了，天哪！好，看到我滑鼠了。我啊，我在250，那不是175而已吗？他这版本的要250哎、欸，我的天哪！然后。我拿到了一个种子，
好，获取一下第三关嘛，拿到什么？100块。啊，不是不用种子包吗？三，有一些要种子包，有一些不要种子包，像是豌豆射手要3点。啊，刚刚那个坚果墙是怎么回事？坚果墙是根本就不需要啊，所以说这其实是没有去修正，但是也是可以玩的意思吗？哇不啦不不不，他教我们怎么升级，这个只要100耶，等级二，然后什么都没发生，三一二三，完蛋了，我看不太懂他的意思。3000，嗯哼，去地图看一下。他带我去哪里啊？不懂哎、欸。然后这些都要10000，然后这个升到等级好像也没多什么啊。刚刚这张吃了3张卡片，更没有什么作用。啊，管他呢，反正有拿就好了。我要接下来继续的关卡，我不管了，我不管了，我们要去异之室。哇，光是这一关就55关，要玩多久啊？看来是可以玩超久哇！太快了吧！不让人等的呢，马上就多了这个。哦，这个就只是单纯说可以加快你的速度啊，这我知道哈，不用你教啦，还要教嘞。哎、欸，它这个上面为什么？为什么显示一了？这个是阶级一吗？阶级一的植物，阶级一的植物射速有变快。我已经按了啦，不要在那边。怎么？我发觉我这样放好像不太好，那根本打不到。你应该把这个放前面才对齁。阳光再放前面一点，完全被遮挡了。菜心卷，菜心卷伤害有这么高？哦，没有，是刚刚那个射的啦，吓我一跳。珍珠。感觉菜心卷好像有变强，哎、欸，我的滑鼠又不见了 ，Hello， 哇，这滑鼠会不见啊！不要这样子，我都看不到我的滑鼠啊！我想等一下去设定一下、欸，哎，我记得不是可以设定箭头的吗？等我一下、啊，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可以设定箭头的啊，其他设定。算了，我找不到超大颗箭头。奇怪，不是应该会有超大颗箭头吗？最后一波，撑得住吗？不要吸我的阳光啊！不准吸走我的阳光！耶，钻石，好爽啊！再一个。好、哦，结束了。哎呦，马上送一个，也那个氪金植物，哈哈哈，200哎，他这个是变成要200了，以前是多少啊？
以前好像是175吧，好像也是175的样子啊。一只五官，我们看一下这右边哦，哦，右边送的东西也都不太一样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要什么11之5、11之7、1之9、1之10，好奇怪哦。他这个1之10之后到了这个地方啊，又到了11之1。他只有什么这边11要分细分这么多啊？好怪哦！而且他到了这个地方什么意思 ？GATE， 这个是特殊关卡吗？算了，我们先过一只屋好了，先打再说啦。嘿，就是先打再说。啊啦嘛啦嘛，你把卡包包包包包。哦，原来这里这么多植物、哦，我的天啊！哇，好多没有解锁，这什么东西？鼻涕植物。鼻涕植物，感觉这是玩到后面都会解锁啊！这49钻解锁，我现在才3个钻石、欸，我好可怜哦。好吧，看一下，这个是一定要的嘛。然后坚果墙、阳光，这个也很重要。我想要看一下他到底变得如何啊？想就是看一下他的那个伤害跟他的一样攻击模式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吧。感觉就只能带这些啊。哦，然后这边的话，你要解锁要1000万，然后如果你要租的话就1000，我觉得没有必要租啊，不需要，不需要租好吗？我想要先赶快种出一堆阳光。哎、欸，土豆地也忘记带了 ，Great！ 我觉得至少每一排都要有那个回旋镖啊，感觉会比较好一点啊。放一下。刚好他都走下面还好，阳光一次50，这样可以马上再摆。这边直接给你来3只，放一个看看。哎，不行，放一个好了，看一下攻击是怎样，会贯穿。哎，射好快哦！这太快了吧！哇，下面火把僵尸玩的死定了，灭他灭他！哦，还好，没事。好，你家在啊？差点就去了、欸。哇哦，来喽！阿鸟哎！阿娘喂，快挡快挡！有没有钻石啊？不用了不用了，我撑住了。坚果再来一下。我不知道这个这边的寒冰射手他的伤害到底多高啊？我觉得应该有比那个还高吧，有比原版的还高吧？我觉得。咻咻咻，咻咻咻！能不能放一个？哦，烧掉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亚美，亚美亚美，不要啊！没有叶绿素啊，没关系，我帮他灭火。哇，好多啊，好多啊，好险，我先布阵好了，哈哈，过关。咻，哎呦，土豆地嘞，醉啦！
嘟嘟嘟嘟嘟嘟。哎，怎么了？我被传送了。这一关是怎么回事？我靠！我靠！仙蛋嘞！我觉得我今天先到这了，好不好？明天再继续，好不好？一样，如果你们非常想要看续集啊，一样按下你们的喜欢啊，按下你们的订阅、分享、留言，通通都来就对了，知道吗，各位？啊，哎、欸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需要我去商店是不是？送多少？啊？他送给我，我没有增加，然后叫我按，我可以买。What？ 发生什么事啦？我再买一次。等等，我看不懂啊，搞得我好乱了。他上面写1亿，然后他给我钻石让我买。啊，我植物升级，这应该是官方教学吧？为了让运作可以正常进行，然后需要有这种意义不明的流程，我想是这个样子吧。好啦，不管了，反正这个系列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玩哦。那你们想要老头继续下去的话呢，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哎，这么做就对了。然后，哎呦，我们这可以升级了，伤害直接24到40哦。斯巴拉西！哇，好想要赶快升一升，可我没有钱。QQ， 到时候可能要稍微弄一下，等级把它弄起来。好啦，今天先到这啦。如果喜欢影片呢，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喜欢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集啊，这个新的植物大战僵尸再见了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